福興鄉農會家政班為了要幫助家政媽媽培養興趣和第二專長，都會無定期邀請老師來為這些媽媽上課，上課的內容也非常的豐富，無論是飲食也是才藝，相當的多元。老师是来教这款妈妈拼贴的机卡，跟爱特别注意的所在。你刚才可能要你有放射状吗？因为放射状比较不会皱褶。有啊，但是力道不够。力道不够，你可能因为你要放射状出去，皱褶就会出去，不然它就会比较多的皱褶。嘿，然后你的要这样平一点。对对。那它就会可以平一点，慢慢的出去。嘿，啊，不要太快。好。为着要让家长妈妈多元化的学习，甲培养第二专长。福興鄉農會家政班都會邀請老師來為他們上課，讓他們多方面來學習。我們今天家政課呢是學了爸爸的蝶骨巴特拼貼，然後因為我們要一些家政媽媽呢能學到第二專長，所以我們農會呢會輔導我們的媽媽有第二專長的訓練，然後做一些像中餐、西餐，然后会请一些老师来教我们一些中餐的，一些烹饪技巧，让每个人的增进一些加增一些技能的专长，然后我们一连串会有很多的活动，像今年的话，我们就有一些中餐的课程。然后像今天蝶骨巴特的拼贴，还有昨天的纸黏土制作，所以一连串农会会帮我们家政妈妈安排一些很特别的活动，这样子。这款妈妈来家，大家拢真欢喜，唔来当学到真侪物件，阁会当交到真侪好朋友。我在这边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啊，有些我们家庭主妇不可能做的事情，像 DIY， 就是我们自己家里面的 DIY 都自己可以做啊。然后学很多，可以交很多朋友。阿勇学很多啊，哎呀，学这个，我昨天学那个相框也很不错啊，嘿，很好很好。参加迄家政班啊吼，我感觉挺好，着真侪物件，因为啊，搁有就是姐妹大家迄个感情啊呢，我还是鼓励说，那个家庭主妇的话，还是就是可以多多来参与我们农会的家政班。丰富的上课内容和多方面的学习，是予福興鄉農會家政班的妈妈日子都过了非常的充实。新中华新闻蔡定清福興采访报道。